我十二岁那一年，你走进我的生命里，从那一刻开始，我的生命里只有你。肿瘤成长的速度超过我们预期，压迫到视觉神经，都没有其他治疗可以做了吗？我从来没说过我想要一个孙子。那想要拿掉，接受治疗好不好？那我不要小孩了，我想要成熟活着。每周六晚间十点 ，TVBS 42台《天堂的微笑》，本节目由敏乐爆米花冠名播出。